大家今年这么辛苦，哎，你全部出国去旅行，好吧？哎，好哎。澳洲观光大使，哦，好漂亮那个海，二十四小时。贴身服务，你是做什么？我是领队。哦，领队，你不干什么？他跳太快了，这个领队领成这样。马来西亚什么东西一定要吃，很好吃。马来西亚应该是椰浆饭啊，椰浆饭，东洋贡嘛，东洋贡那是什么？那是用泰